处长，你没事吧？站的时候，你坐哪儿了？我按照你的吩咐，在另一路口守着，听到枪响，我马上回来支援。但愿你说这话是真的，否则我会用这颗子弹打碎你的脑袋。我发誓效忠于党国，也效忠于你，处长。接到内线密报，得知信城杨福店那边有行动，没想到是你们出事了。小果，这么大的行动，你怎么不提前向组织汇报一下呀？我已经暴露了，我怕连累到组织。那你至少应该跟组织商量一下，万一出现纰漏，岂不误了大事？你太冒失了。幸亏我们及时赶到，要不然宁小姐恐怕早就被徐丽婷那帮手下给……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处理的欠妥，可是我怕。你是怕计划一旦泄露出去，被那个隐藏的叛徒破坏？你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金宝当时确实在现场，可是他受惊吓过度，好多东西都想不起来了。他只记得有一个人叫另外一个人美林。美林好像是一个人的代号啊。这个人一日不出，我们组织一日不得安宁。最近北平又有几个联络点被摧毁了，反动派、国民党都想消灭我们。现在我们组织的处境非常困难啊。眼下最要紧的是保证金宝的安全。徐丽婷没有死，一定会继续追杀金宝，而且宁小姐被牵连，有家不能回。我们得找个地儿，把他们俩隐蔽起来。好，你帮他们找个住处，费用就从组织的经费里出。嗯。对了，那个小白龙现在怎么样了？夹子的事情暴露了，估计他现在的状况也很困难。小白龙为我们组织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如果他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责无旁贷。好。徐处长，你这是干什么呀？我都跟您说过了，小白龙他真的不在这儿。于小姐，你可是聪明人。不要做糊涂事儿。哎呀，徐处长，您要是见着小白龙了，我还麻烦您，真得通知我一声呢。我也正找他呢。哎呀，我说于小姐，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护着他，我真是无话可说。那你就自作自受吧，嗯。
你们别看呐，这外边房子破破烂烂的，可这屋里东西啊齐全着呢。你们看看，要是缺什么，就和我言语一声。哎，可有一样，这房租可不能欠。你们也知道，这年月要养活一大家子不容易。是是，您放心，放心啊。那您怎么称呼呢？我姓肖。哦，肖先生。那这位就是肖太太吧？哦，不是不是，我这位是宁小姐，我们就是普通的朋友。啊，哎，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们先收拾，那我先走了啊。好，好，哎，那我走了。好，谢谢啊。宁小姐。这是我们党组织给您留一点生活费，您先收着。我不能要，要了好像我养孩子是为了挣钱似的。不是那个意思，您本来就是帮我们做事儿，这钱您应该拿着。我不要，我有手有脚，我可以自己挣钱嘛。不，您一定要收着。我真的不能收。你要是真给我的话，这孩子我就不养了。谢谢您，有什么困难一定跟我们说。哎，我有件事儿一直想问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抓金宝啊？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之前几个联络站被发现就是因为这个人，现在只有金宝见过这个叛徒，也只有他能指认叛徒，所以敌人千方百计想要除掉金宝，这个孩子就托付给您了。嗯。本来想把你们转移到苏区去，可是现在叛徒没有找到，这样做更危险，就只好委屈你们，先在这儿凑合一下。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我从小到大都想有个家，现在总算有了。湿了，字写完了吗？今天的20个字我都写完了。检查。嗯。写的真好。金爸，你的手啊是用来拿笔杆子，不能干这个，明白了吗？再写20个字，好不好？嗯嗯。宁小姐啊，哎，我看你真不该在这帮人洗衣裳，你应该上学堂念书，当女学生去。哎，宁小姐，啊，你的那个配给证办妥了吗？配给证？什么配给证呀？你还不知道吧？咱们这儿啊，要实行口粮配给制了，你们要是没有北平户口，那就只能到黑市买高价粮食了。哎，早晚呢也得叫那些查户口的把你们弄到乡下去。哎，那天送你来的那个肖先生看上去人不错，他要能和你结婚呢，那你可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结婚？房东太太说的，她说只有夫妻才能给配给券。那我去打听一下，你等我消息。
险啊。嗯。金毛，快躲起来。嗯，快点。啊，来了。宁小姐，真的是你啊？刘大哥，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这一片归我管，谁搬进谁搬出，分帮的弟兄们门清。啊，里屋坐吧。不来，咱们就这儿说吧。白会长，他怎么样了？难得你还惦记着他，也不忘他对你的一番情谊。现在姓徐的满城抓的，北平他待不下去了，他要往外走。走以前想再见你一面。在哪儿见面？下午4点，三不老胡同。好，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哎。媳妇儿，我跟你说了，我不是你媳妇儿。你是杨卦算出来的媳妇儿，杨神仙看着呢，不能进来。妈妈，你笑什么呀？金宝，妈妈出去了啊。记住了，除了肖叔以外，别人敲门千万不要开门。嗯。好，现在啊。长官，有什么吩咐？叫你站着跑什么？我不知道你叫我呀。这人认不认识？分业协会会长小白龙，一个掏大粪的会不认识？不认识，因为我职位太低了，没机会认识他。把帽子摘了。哎，没长眼睛的你啊！哎。你说谁呢你？说你呢！我打翻了我一身啊！我怎么了我？哎呦，你找人呢！哎，不，你先撞我呢！你先撞我的！你先撞我的你！哎，你嘴！站住！别碰我！怎么着你？站住！别碰！跑什么呀？走吧，走吧。吓我一跳！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我去给金宝送作业本，正好看见你出来。你这是？我来见小白龙。小白龙？啊，他要离开北平了，刘香炉约我跟他见一面。哦，对了，我今天去社会局问了，你那个办法还真的可以。这事儿，你真的想好了？嗯。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是夫妻，就是夫妻了，就是夫妻，就是夫妻了，夫妻。我不可能嫁给你。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金宝。那你要不是为了金宝呢？什么意思啊？没事，
随便问。恭喜你们，现在你们已经成为夫妻了，可以到对面去拿配给证了。谢谢。不客气。你说人家这一大姑娘家，跟咱们非亲非故的，啊，帮咱这么大忙。为咱们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小博，广东是个好姑娘，等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弥补她。这事儿怎么弥补啊？啊，你们今天下午章一盖，我们就是夫妻了。我都不好意思看她，今天先。小博，这不也是为了任务吗？不也是为了金宝这孩子吗？早点睡吧，床我都给你铺好了。广东，刚才刘钊跟我说了一下。就咱们的事儿，街坊都知道了。咱们这个以后出来进去啊，得注意着点，别让人看出来。我知道这个事儿确实是委屈你了。你别这么说，我跟你们在一起，还学了很多东西呢。你虽然不是我们组织上的人，但你做的一点都不比我们差。我代表组织，谢谢你。不用，我还得谢谢你呢。有你在，金宝就安全，我心里就踏实。徐丽婷没有死，让金宝假死的计划失败。据内线消息，徐丽婷发誓会报复。这个问题我想过，我们一定要掌握主动权。怎么掌握主动权呢？那天在餐厅里出现的，除了徐丽婷以外，还有那个混混薛鄂。而且他是在许丽婷到来之前，已经在餐厅里设下了埋伏。你是想从他身上下手？哎，呀，哪钱有啊，二哥？这叫手气，手气好啊！哼，哎呀，累死我！哎呀，呀，一个一个，谢谢二哥，谢谢二哥。
你要是想死，老子现在就崩了你！你老婆孩子还都在屋里呢，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在那接头的？说，你把我拉起来。兄弟上这儿来找你吧！哎，不要！共党大哥，哎呀，共党奶奶，哎呀，共党爷爷，我求你们，你们放了我吧！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说。我戴罪立功，什么都说。这共产党不计厚账吗？我求你们饶了我吧！从今往后，我绝对再不杀共产党了，那纠察队我也不干了。你们大人有大量，放我一马，放我一马。行了，哎，我问你，我们同志去餐厅接头的情报谁告诉你的？我不是说了吗？是我手下的弟兄在路边听见那个女的要带那个小孩在什么喜乐意餐厅接头，我一想，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钱呢，我不能不赚呢，我就想赚点钱啊。你可要说实话。我句句实话，我要有一句假话，让雷劈死我。现在就替朕行道。好，哎，别，别，我说真，我觉得说的全是真话，我真是，我是。啊！你们共产党想杀我，军人厅也要杀我，我横竖都是死，你们埋吧！徐哥，徐丽婷为什么要杀你？还不都是因为那孩子？他让我去找那孩子，十天我要叫不出人来，就要我的命。哎呀！横竖都是死，你们埋吧，我也不想过这种心惊肉跳的日子了，埋吧。你要是按我们说的做，可以饶你们。我听，我听。徐处长，我学恶呀，那个孩子我弄到了。啊，六七岁，个不高，有点瘦，一对大眼睛。马上把他送到警备司令部来。徐处长，那不行吧？那我要是把孩子送到警备司令部去，那不定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啊，那万一你们不认账呢？三天以后水塔公园，咱一手交人，一手交钱。你记着，你可不要耍花招。哎，局长，我哪敢耍花招啊，我就是想要点钱。哎，别，哎，他答应了，这是答应了。他说那个三天以后水塔公园不见不散，那个一手交钱一手交孩子。哎，那个到时候他会亲自去领孩子。他还说什么？还说那个，让我别耍花招。说之前有好多人用那个假孩子去冒领赏钱，结果全是他给毙了。还说有人会去认孩子。有人会去认孩子？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那个人觉着孩子不对，马上就要我的命。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人从早到晚盯着。你要是敢胡来，随时消灭。不敢不敢，我绝对不敢耍花招。你们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们会随时找你。你走吧。啊，走。徐丽婷虽然大张旗鼓的要抓金宝，可是她根本没见过金宝，
所以水塔公园，美林一定会去。徐丽听你电话说那个人很可能就是美林。这个美林可能地位会很高，甚至有一天她的照片会见诸于报。她怕金宝认出她，所以才这么急迫的要找到金宝，消灭这个目击者。如果不揪出她，我们党在华北地区的所有行动就都在她的监视之下呀。美林终于要出现了，那我们怎么办？到哪儿去找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呢？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冒这个险呢？谁的孩子都不行，美林会亲自去水塔公园。如果她认出孩子是假的，不仅抓不着她，这孩子也会白白送死。如果美林看不到孩子，岂不打草惊蛇呀？这是抓到美林绝好机会，我们绝不能错过。什么意思啊？你们要带金宝去水塔公园？这不行，这是拿孩子的生命做赌注，我坚决反对。金宝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孩子，是我们共产党的血脉，我们保护他是我们的责任。可是现在美林就像悬在我们脖子上的剑，抓不到他，我们的党会有更大的损失，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从大处说，这是我们组织的安危；从小处说，是我们共产党员每一个人的安危。除掉他，金宝和宁小姐也不用再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了。妈妈，我睡不着。来，妈妈抱着你睡。妈妈，我要去当诱饵。你知道什么是诱饵吗？只要我当了诱饵，
真能把花人给引出来。肖叔叔，真能抓到他。金宝，你不能去。只要抓到了坏人，我们以后就可以在大街上自由自在的走，就再也不用怕被坏人抓了。金宝，妈妈知道你懂事，可是你不能去。去了会没命的，你知道吗？我爸爸就是被那个坏人给杀死的。我要给我爸爸报仇，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只有你过上好日子，金宝才会高兴。金宝不想让你受苦，金宝心里难受。金宝，我在这儿呢，快过来。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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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宝，金宝，妈妈，你怎么了？金宝，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妈妈，有肖叔叔和那么多共产党的叔叔阿姨保护我，不会有事的。金宝，妈妈不放心你，妈妈不想让你去啊。妈妈，你不要难过了，要不我唱歌给你听。十里坡，贵有多，前头走，后头拖。你唱错了，不是十里坡，是三里坡。我是爸爸叫我说十里坡呀。吩咐我都说了，
收拾。报告。进来。处长，刚刚去薛哥家打探好了，应该错不了。先生，已经和薛鄂约好了，下午3点在水塔公园见面，到时候他会带上孩子。不过这孩子我可从来没见过呀。我亲自去，我要亲手解决他。是。肖博，检查的怎么样了？检查好几遍了。你最重要了，要做的弹无虚发。是，保证完成任务。出发。停车！不行，必须改变计划。改变计划？这都什么时候了？不管怎么样，不能让孩子去。我们没有权利让孩子冒这么大的险。就算是违反纪律，我也不同意让金宝去。我们不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让孩子做这么危险的事。这不是我们党做事的风格。这是组织的决定。那就处分我吧。就算处分我，我也不让孩子去。肖博。请你遵守党的纪律。刘钊，就算金宝不去，美玲也会来。他只要露面，我就知道他是谁。我发誓，我绝对不会让他跑掉的。我请求你，我们可以增加人手，包围水塔，等美玲出现。我相信他跑不出我们的天罗地网。好。计划不变，把金宝送去联络点。刘钊，谢谢你。咱们血雨腥风就是为了这孩子的安全。这次除掉美玲是胜利，除不掉，我承担责任。老郝，万芝堂药铺，快！听说没？水塔公园那边发现个死孩子，是吗？可不是，死得真惨呐！哎，那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听说还不满周岁呢，女孩。新调来的人手把住了前后门，只要他来绝对跑不了。金宝不来就要时刻注意薛丽萍的反应，我们一定要找个先机。是。孩子呢？小时候跟着你，风风雨雨不分离。
生一世不忘记。千山